立正，起步走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这还要找水壶，水壶水壶。阿哥，你这地沟敢是捡来？我想要再多学习，而不是只有当司机或者是打打电话。尽管去读，别操心这些事，我会安排。我妈妈失智了。很久以前，某一个瞬间，泛黄相片却又像昨天，尽管物换星移，细数当年，记忆停留在最初的画面，韶光荏苒，青春已苍白，春去秋来，花谢未再开。你说人会离去，但是爱一直都在。如果没有明天，至少把我现在。放假，那也不爱爹出来，得好好休困。我就来接你啊！我有啥物好食的啦？逐天安尼来来去去哦，迄目睭客哦，该到厝。妈，我知影吼，我叫你休困，你认唔啦？啊，叫你规天伫咧厝内底吼，你嘛会感觉足无聊的。啊，不过做早市。天还袂光，就要去菜坑搬菜呢。即马天气哦是还袂冷寒，若是搁过一阵啊，天气就会较冷啊。而且你的心脏搁无好呢，我是安尼想的啦。啊无，这菜咱家己黄昏市场买好吧？啊，我过去卖菜是要等一口食。啊，我即马卖菜啊，是要去甲遐大头的朋友开讲啦，加减啊卖一寡。啊，你即马叫我去黄昏市场卖，啊，遐个人我也无熟悉，啊，我毋是真正咧卖菜。放心啦，啊，我即粒心脏哦，是你拜托恁学长哦，甲我开刀的，我一定会好好啊保养。你看，我请你坐起来，毋是介勇敢。阿哥，你嘛愈来愈侪岁安尼。嗯。啊，你昨昏才讲我是十八岁尔，你煞袂记起来哦？我哪有讲十八岁啊？伟弟总讲一句啦，迄水若是有够吼，种啥物拢会成功啦吼。我是安怎啦？看我迄心情无外好，我咧讲啦，有啥问题爱讲啦，哈。我跟你讲啦，你家己一个人都在外面哦，什么大事要较吞吞的啊？我家己身体还够好，知无？我知啦。来，姐姐，还是咱山顶空气好哈。爸，
顶摆迄个婆仔咧？什么婆仔？啊，就厝边隔壁写什么疑难杂症的婆仔。嗯。啊，你唔是讲袂当乌白尴尬？讲若是无爽快，叫你着爱去病院做检查。啊，一点仔小毛病哦，我也是会当甲你斗相共的啊。哦，我知啊。你要回来开诊所对无？安尼就对啊啦！我跟你讲，迄名声先拍出去，啊拍出去以后，免惊无病人。啊，我是无迄个拍算啦。我只是想讲，啊，这是大人的毛病哦，拢是去几项。我替你解释的时阵，你嘛顺顺会当听啊，啊嘛会当哦，多了解一点么医学常识。哎呦，我了解够较济，也无可能会变医生啊。你跟妈妈拢会安尼，较早吼是咱兜无一个条件，啊，不过即马恁大家拢较好啊，恁也是满意休困，不管我怎劝，拢无效。归去啦，我着教恁哦，家己保养。我带件领远，其他的代志照顾袂着啊。好啦，你讲安怎保养较好啦？你讲我听。啊，你会记诶呢？你高血压药啊，爱食呢。有啦有啦，好好食啦。无食，袂记得，我你念我臭头。是爱照时间食。会啦会啦，会记得拢会食啦哈。我妈亲手帮我剪的新造型。哼，有点意思。那次学堂的课程都安排了吗？有啊，超爸，我都照你的意思安排好了。哎呀，老爸。你说课程要新鲜有趣，这个课程要让病患愿意来上课，并且让他们愿意再次来上课，然后在这个课程里病患能够得到人生的盼望，然后在这个课程里让他们得到新希望。然后草爸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加强的吧。不用了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我就是在想加一点新的东西。啊，还加啊？你今天看了那个病友会的 LINE 群了没有？我在想，在课程里面，不止让他们有新的盼头，还能够让他们回顾一下他们原有的技能。哦，我想到竹笋妈当初上山挖笋的时候那副自信开心的样子，还有今天念慈也分享了春花帮他剪了新的发型，挺有趣的。春花都叫不出自己女儿的名字，但还能记得自己剪头发的手艺。如果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能够让他们重新发挥一下他们原有的技术，会不会让他们重新拾起年轻时候的热情，让他们更愿意来上课？好，我加，我加，我就回去加啊。办事就是很好，好，回家。你出去啦，我被你管啦，出去啦，我明天去别那去。爸，妈，你来家。淑华说，如果你不回台北的话，他就要跟你分手。你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有办法说放就放吗？
这是我跟他的事情，你就别管了啦。你是不打算结婚了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去台北阿公怎么办？阿公才因为糖尿病在厕所里晕倒，要不是里长及时发现的话，下次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不是，你也要看你阿公要不要给人家关心啊。你看咱亲家遐尼多一个唔捌甲伊冤家哈，恁阿公哦，拍到钉啦。我跟你说句老实话，你现在愿意照顾他，他还不见得领你的情嘞。陈太啊，你还这么年轻哎，你待在这个地方，你将来你要怎么办啊？连阿公今嘛又不是不能自己照顾自己，他有好好的吃药，你就不用那么烦恼了嘛。人有残有呆啦，那存款也比你还要多啦。啊，如果真的有需要，到时阵伊请一个人就好啊。搁再讲啦，你看恁阿公好好一间厝啦，迄物件是囤家连一个走路的所在拢无啦。迄款环境哦，讲内底无迄家砖鸟鼠，我真毋是。身体健康是一回事，最主要的是下人介大，下人痛苦啦。俗话哦，叫我提回来行李啦。那天他来找我，哭得好伤心哦。后的，我们回去台北的。你就算不为了你自己想，你就当你为了俗华想嘛。恁阿公若真正有需要人照顾，伊会当请一个人。俗华嘞，人无做唔着代志呢，啊！你为着阿公哦，甲伊讲断就断。安尼对人敢有公平？你害阿公变作歹人，到时阵哦，人怨叹阿公哦，你敢希望安尼？啊？曹爸，曹妈，回来啦！爸妈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老样子。谢谢曹妈的关心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水果啊是早上摘的，特别的新鲜。不过甜不甜，我就不知道，我还没吃。待会洗了就知道它甜不甜了。坐啊坐。谢谢曹妈。曹爸，哎，来那边坐。苏大姐，是奶奶买的。谢谢曹爸。哎，曹爸，还好你们在家。我刚刚按门铃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会不会你们去找奶奶了？我最近看你脸书啊，全是曹奶奶，就跟观察日记一样。你猜对了，就是观察日记啊。而且我能够在照顾奶奶的过程里面，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一些状况。什么状况啊？你比方说啊，我以前喜欢吃甜食。现在只要吃太甜，我喉咙会不舒服。以前常熬夜，现在一熬夜呢，第二天头就疼。那今年你去做过健康检查没有？来，我不是病，我是老了，是更有魅力了。但是岁月的淬炼，吃吧。人都会老，可都是要等到身体出了状况以后，才意识到自己年纪大了。可要等到意识到的时候呢？又力不从心了。你就像奶奶吧，如果我不在她身边照顾她，她该怎么办？我们呢，往往把自己老了以后的生活寄托给孩子，那孩子就算再替我们着想，他自己也没老过啊，他不知道什么样的安排才能够让我们觉得活得舒适。所以你是想自己安排？猜对了，自己想怎么活，什么样的生活最适合自己，只有自己才知道。
所以我得趁着还有余力的时候慢慢的去想，慢慢的去规划，但我又没那么老，不知道自己的规划对不对，所以我得借着照顾奶奶当做继席，看她需要什么，我就会知道我老了以后我需要什么。你是把奶奶做借鉴了，把奶奶当成经书，照顾奶奶就像是行经一样，等我读透了她，我就明白什么是老了，这样等我老了，我就不会措手不及，不会适应不良了。哎，不知道我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。你也有经书可以读啊，看着你的父母你就明白了。来吃水果了，来。谢谢草妈。谢谢。你刚吃完蛋卷，吃这个不甜哦。没事啊，试试看。挺甜的。甜吧？哎，冷博啊，我的时间几秒？我会等你台吧。啊，你也记真诶，卖甲厝边隔壁冤家，物件妈妈也袂捡倒来，我物件是别人诶，免得用误会你共偷客呢。啊，糖尿病药啊，啊按时吃，啊搁有啦，身体若无爽快，就随时教我，知无？哦。陈医师，不好意思，这段时间给您添了不少麻烦，也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。啊，台北的待遇是比南部好，发展机会也多，年轻人留在这里确实可惜啊。那你阿公呢？他留在这里。台北他住的不太习惯，我们试着带他上去台北，但他因为一些坏习惯，邻居不太欢迎他，他也和邻居处不来。后来邻居来抱怨，我们也劝不到阿公去改，所以我们一致认为说在这里他比较自在。哦，既然决定了，那我就赶快聘人。你这么突然，总要等我找到人再走吧。当然当然，祝你一切顺利。谢谢陈医师。真的说走就走，也太不负责任了吧。人力银行，是陈医师要我找药剂师接陈太的工作。他阿公又不是没有儿子，哪有都丢给孙子的道理啊？而且他也应该为自己人生做打算吧？难道真的因为他阿公跟他女朋友分手？那他女朋友也太可怜了吧？
恁阿公水牛伯啊，那滴水沟来，恁老爹就讲五千块金块啊，老实在同仁大的亲戚朋友，紧互相联络一下，同意赶紧到位。阿公，阿公到家了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啊，阿公，来阿公，阿公，阿伯，阿公汤啊，紧啦，公到阿伯啦，阿公啊，阿公你怎啊回啦？紧出来啦！阿公出来啦！阿伯啊，你在遐创啥啦？阿公，安达，安达，阿公，你在创啥啦？你紧出来啦！哎呀，不一样啦，紧出来啦！阿公，阿达，阿公。卖地来，得好无啦？好啦，阿公阿公，阿达，来来等，来来等，阿公，阿达，公，阿公，阿公，我伫家啦，我伫家啦，阿达，我伫家啦，阿达，阿公，来来等，来来等，来来等，阿达，阿达，阿达，阿公，我是阿达啦，阿达，阿公，我伫家，我伫家，我是阿达，阿公，我是阿达，我是阿达，阿达，等等等等，阿达。阿台，我阿公那天掉到水沟之后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掉水沟里？是啊，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就在水沟里面，就说一直要找我。那阿泰是？啊，是我。可是他这样一直喊，我就在他身边，我跟他说话，他就像没有听见一样。你记得我吗？我在公园里跟你下过棋。阿台，曹医师啊，我阿公是不是失智了？是。那他这样的状况会好转吗？这个不确定。不过我估计他经过这个事情把他自己吓坏了。你是他的主要照顾者，所以他就一直喊你的名字。就像小孩子，如果发生什么事情，第一个喊的是爸爸妈妈，因为爸妈是他们最信任、最能够安心的对象。对于失智的患者来讲，贴身照顾者是他们最亲近的人。曹医生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忘了问了，如果要开安养证明，你们这边开吗？你要让你阿公住安养院？现在状况，我阿公是需要有人在身边，可是我平时又要上班，所以家里没有其他人？没有。是这样，安养院呢，对你阿公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他刚受了惊吓不久，我是不建议你立刻给他换地方，再观察看看吧，说不定他的情况会稳定下来。安养院是团体生活，你阿公现在的情况如果跟院友发生摩擦，受了什么委屈，他肯定没有办法表达，而且因为是团体生活，要是他情绪失控吵闹，院方会为了避免他影响别人，只能为他吃药。安养院为他吃药是为了安定他的情绪，也怕他伤了自己。如果你的经济可以负担，我建议你请个外佣，虽然照顾他的人不是你，但至少你阿公可以住在家里，家对他们来讲是个最熟悉最能安心的地方。我再考虑看看，谢谢。都说是一家人，遇到状况应该一起解决，为什么病患一出大状况，家属第一个想到就是安养院？难道他们觉得安养院就是万能的？安养院替家属解决了一些事情，
那凡事有利也有弊啊。我就是担心那些老人家啊。你也应该替家属担心呢、安养院没什么不好，只是一般的家属啊，把老人送进去以后，就只有利用假日才有空去探望。如果老人院能够像育婴中心一样，有弹性一点，大家可以选择是要全天候的托老，还是白天托老，这样晚上老人家可以回到家里跟亲人共聚啊。这不就跟秋田正在写的计划乐智学堂很像吗？白天把老人家送来上课，晚上接回去照顾。对啊，那计划还没送出去，我去找秋田谈一谈，让他把日间照护的概念加进去。嗯，好。怎么样？要是通过了，我们可是创举啊！好，我家。家产想分到较济，就上去顾啊。安尼我放弃，恁家己分，我无欠遐。阿兄，你的意思是你不爱顾？二姑。大伯、三叔，你们自己看清楚，这是你们的爸爸，要不要顾你们自己凭良心。喂，妈。喂，哎，我不是说我们处理就好吗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那都是你的事大呢，哈！啊，你现在不跟你张斌这样要拍款，我们是要怎么讨论下去啊？到底在讨论什么？我实在看不懂哎。你们在讨论阿公的家产，还是要讨论怎么照顾他呢？照顾也要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。不管你是要请人还是送安养院，嘿，叔叔行行都需要钱呢，哈。今天哦，不是照顾就只是照顾而已。这钱一个开落去，不是一年两年呢，可能是五年、十年。大家一开始一定说哦，很好啊，很好啊。可是时间一久，它就会变成负担。啊，如果没有事先讲好的话，到时候谁有怨言？你说这兄弟姐妹要怎么做下去啊？这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大家平均分摊就好了啊。他们谁不是阿公生的？哎呦，你二姑啊是嫁出去的女儿，就算她愿意好了，你说人家夫家的人不会说话啊？为了这一点钱，你要逼着她离婚吗？大伯是有钱，可是有什么理由说人家赚得多就一定要给得多啊？啊，恁三姐你嘛知啦，迄喜爱民主啦。我今嘛讲甲足好听，爱讲哦，拢好拢好啦。啊，到时阵钱那是摕袂出来，啊，敢讲咱去解顾？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哦，直接从阿公那边拿，安尼大家拢唔免弯。啊，这说来说去都是要算计阿公的钱吧？你们都替他决定了，干嘛还问他？我自己去问他就好了啊，干嘛找你们讨论啊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就麻烦你哈，麻烦你去问哈。啊，你若是问无哦，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准插嘴。哎呀，哎，这是阮大人的代志啦，我跟恁爸爸会处理，你别管了哈。瞬间，泛黄相片，却又像昨天。阿泰，阿泰，你要追高，你莫忘记我呀！阿泰，你莫忘记啊！阿泰，我在家了，没还了啊，阿公。最初的画面，韶光荏苒。青春已苍白，
春去秋来，花谢未再开。你说人会离去，但是爱一直都在。如果没有明天，至少把握现在。很久以后，是否还记得年少的梦，又像你欢乐。如果不能回头，能否稍作停留？只想守护着你，算不算奢求？很久以后，如果还记得，曾经的单纯的笑容。阿泰，哎呀，你呀，阿泰，阿泰呀，哎呦，阿泰，来来来来来，阿泰，赶紧起来啊！来，坐下。我不带走。哎呀，你那是嗲啦！我讲哈，我讲叫你来等啊，乖乖哦，来等来等哦，来等哦，阿泰来等哦，来等哦。阿泰啊，阿公阿伯来话你诶，你都要应声哦，啊你若无应声哦。阿公就找无你，无法度甲你救哦，知无？阿公即摆话你哦，阿泰啊，啊你来应声，阿泰，阿公，阿泰，阿公，阿泰，阿公，阿泰。行啦，我伫遮。决定了，留下来就是要跟女朋友分手，你真的不会后悔。昨天晚上我看着阿公在睡觉的时候一直在喊我的名字，我就想到从小到大他是那么的疼惜我，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放弃他离开他，但就我不行。还好啊，昨天的热车没来。哎，你就留下来吧，薪资福利都跟以前一样。陈医师，薪水可以少点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可能会时不时的请假。我早就习惯了，反正你请假我就扣你薪水，我也没有亏本啊。我这么难用，你为什么还愿意聘我？哎，乡里乡亲的，谁家没有一点麻烦事？互相帮忙是应该的。何况你是为了阿公，要是啊，我连这一点方便都不给你，以后谁还敢孝顺？我只是不想要让人觉得孝顺的人啊就会失业，自私的人反而啊能过得更好。你放弃了一段感情，我也只是多给你一点方便而已啊。何况啊，又没有病患啊投诉过你，可见相亲啊是想要帮你的，我不能做这个坏人。
曹爸，这是李武雄吗？嗯。孝子西母卖拔蜡，难怪最近他都不来病友会了，原来跑去卖拔蜡，这样子他就可以赚钱养妈妈，也不用担心生活了。曹爸，两年前也有一则关于失智老母亲的新闻，当时的标题是孝子西母烧炭。好像也是在我们嘉义。是啊，所以我当初看到李武雄的时候心里特别害怕，担心万一有一天我在新闻上看他，我会不会来不及挽回一场悲剧。还好是个喜讯。哎，这地方你熟吗？要去买拔蜡。曹爸，在那里。怎么还剩这么多啊？感觉生意好像不太好哎，我还以为上了新闻可以打一下广告。妈，我安尼逐工切芭拉给你吃，你敢有算过，一粒芭拉内底有偌侪籽哈？那是有人会当种出无籽的芭拉哦。应该有真好卖吼！哎，来哦，好菜拔蜡哦，走吧。武雄，哎，秋满小姐，啊，你哪会来这？啊，你怎么还那么客气？叫我秋满就好了。啊，我们看报纸。哦，这个车这样弄很好啊。是啊，啊，想我个塌塌的，房个个大的，就当做搭了。啊，这困哦嘛未歹。我摆摊的时阵，会当先煞朝阮妈出来。我做事啦，伊就当做佚佗啦。哎，来来来，吃饱啦，我端起来。来来来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佚佗，去佚佗。我袂收单啦，较暗暝再朝你佚佗啦，哦。妈妈会说话了。是啊，各位已经开始的啦。多稍等一下哦。佚佗，去佚佗，佚佗，去佚佗。要不过，讲来讲去嘛，敢会晓这句尔？佚佗嘛。不简单了，这样已经很好了，很大的进步了。是啊、哦，要不过，这拢着爱感谢伊嘞。丁先生跟我斗三工啦，是哪个丁先生？啊，就病友会熟识迄个开机车行的丁先生啊。哦，原来你们私底下关系这么好哦。原本哦，我是真丢毒啦，啊，想讲我嘛无钱买车，爱贷款，水果我嘛无买过，我这嘛惊，那嘛惊，最后哦。也是丁先生把我骂醒的。欸，我是看你当要病友会顶关遐尼艰苦，我才想要甲你斗三工呢。啊，你唔是讲你无路通行，你啥做歹踏出一步？对啦，我这个人哦，可能就是欠骂啦。安尼哦，今妈把我骂醒啊。丁先生讲的无唔对啦。我若是啥个拢无做，我就是踮咧遐哭，踮咧遐艰苦。我若是做啊，失败啊，
姐姐嘛是艰苦。那安尼，我啥做歹甲目屎擦擦嘞，踏出一步，无得卡，我就袂遐尼艰苦啊。还好你有尝试啊。是啊，啊虽然这个生理哦有时好有时歹，也毋过哦，我比以前较快乐啦。我找到我家己会当做的代志啊。若是无人客的时阵，我有阮妈陪我开讲啊。妈，啊你有快乐吗？没想到病友会可以牵起这样的姻缘，这就是成事不必在我啊。草爸，这附近有一家粉圆冰很好吃，我们等一下去吃，就当作是庆祝李武雄能有新的人生。我的美食小胖子，不要吃了吧，我再跟你出来几次，我这裤腰都不行了，裤子都穿不上了。说起这个病友会啊，就跟这石头一样，我们只负责把它丢出去，但它所影响到的绝对不会只是一个人，或是病友会上这几个家庭。就像这个涟漪，它的影响会有多广，会有多深远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无所谓，我们只负责丢，把这件事情做好，剩下就让十字去问路，让他去创造惊喜。嗯，哎，走走，回去了，好好计划计划。友善商店，大家共襄盛举。发挥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的力量。一同召集居家附近的商店。我已经把申请书给公司了，公司之后会寄正式的保单给你。对对对，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邀请他们共创友好社区。为失智老人打造安全环境，投石问路。要是我们方向投错怎么办？
我们不能太自信，不能太自以为是，以为是专业就瞎指挥。你们对我来上课不？啊？我哪能谈？妈，喂，妈，喂，喂，喂，妈，哎呦，妈，这拢卖酒啦，我来啦。失智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他有些东西已经不是那么完全认知了，他还自以为是，所以这时候啊，你要有耐心的陪伴他，啊，那么用心的跟他一起相处，要有耐心。而且知道他的心境在什么情况，其实再往后退，他会退到最后像两三岁的孩子的时候，这时候你不能光是陪伴他，你还要懂得跟他玩。小朋友的那些什么玩具啊，什么摇鼓啊，这些东西有音乐有声音的，他都好奇了，所以你可以陪伴他玩，把他当作一个老小孩，但你自己的心态也要降成一个陪伴两三岁的小孩的心态共玩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会发觉到你们之间呢就会互动的非常的有温度，非常的温馨，共玩。想一直牵着你的手，像花。